回嚟節目啦。咁大家好啊，大家好。今日嚟到立 TV 又到大魚插爆古壇啦。咁今日咧去到咧就係2022年嘅2月23號啊，今日星期三噶啦，其實已經咁啊。但係當然啦，咁咧就呢兩日咧，其實咧大家如果有睇新聞咧都知啦。咁啊，啱啱公布咗呢個財政預算案，財政預算案啊嘛。咁啊，大家都應該唔收貨噶啦嚇。即係咁啊，唔收貨嘅應該係咁啊，但係咧就點講都好啦嚇。咁啊，陣間有機會先再楞落去講啊嚇。咁啊，個市咧，港股講緊今日咧星期三咧2月23號係啦。咁啊，就暫時成交咧去到900多億，都大成交嚇，叫做因為3.3都未到。咁啊，另外咧個市咧即係當然持續琴日大跌百幾點之後咧，其實開始反彈㗎啦。咁依家咧都照彈啦，咁啊彈翻咧100多點，依家去翻23,600。咁咧頭先咧就曾經係下晝嗰陣咧個升幅扯高咗啲嘅，咁但係咧就依家就100多點啦，係啦咁樣樣。咁啊1961咧，我哋講過嘅之前呢個股票分析嗰個時間咧，就話個圖咧係出咗個兜咧，就想炒翻上去。咁啊今日你見得到啦，大升10多%，去到咬住個 high 1.32啦嚇。有啲表現啦，叫做掂啦，直情係喂，其實佢嗰下咁樣爆上去，然之後落一落，再兜翻上去，真係嚇鬼嘅要。嗰鑊係啊，但係嗰鑊係發生咩事咧？其實我唔係好清楚嘅，即係不過咧就睇下當日有冇咩消息啦。最近冇嘅，咁估嘅嘢都係市場力量噶嘛，有係啊。2月8號嘛，係2月8號嗰陣就係講過話呢一個。節陽提出全購的係啦，咁嗰日咧就以每股呢一個5.5元提出無條件嘅強制性現金要約啊 ，OK， 咁梗係冇人睬你啦。咁但係高開咗之後咧打翻落去咯，所以哦，但係其實唔係啊，佢咁樣炒翻上去賺兩浸添啦。咁係，但係問題即係我意思係話係咯，其實當初你講5.5元嗰下提全購，梗係冇人會騷你噶啦。係啊。即係個個都話咩料啊！即係個個都係哇5毫子，冇人騷你嘅。但係問題即係你話係消息又好乜都好啦，咁啊股價的確係打完落嚟之後，依家兜翻上去咧就破埋頂添啦嚇。咁啊有陣時候財技就係咁噶啦。嗱，即係你見到啲股票咧，係啦，即係無厘頭打落去咧，其實唔一定係末日嘅開始啊，反而係你投胎嘅開始啊。OK， 啊，即係重生啊嘛，投胎係啦。同埋短時間上翻去咧，你都唔會話有啲咩大問題，唔會蟹咗噶嘛。咁所以就變咗係啦。咁啊，股仔就係咁啦。咁啊，股價當然有表現啦嚇。依家係衝緊頂添，仲要係啊。唉，對我嚟講最頭痛就係我把頭髮。點解咧？佢包括埋髮型屋啊，嗰個社交距離措施去到4月20號。咁啊，到時候我幫你剪咯，你唔介意。你知道我人咁有 creative， 我一定可以幫你創造一個好靚嘅髮型嘅，你接受都得噶啦。中間鏟啊，唔緊要啦，點鏟都得啦，幫你整個。即係你通常咧，你唔好就咁剪個頭咧就算，你要有髮型啊嘛，即係你要配合啲 gel 啊咩雕出嚟咧，咁啊唔同啲，我幫你整個黐油頭啊。黐油頭。黐油係啦，咁兩邊係整隻角出嚟咁樣，咁啊型撚曬啦啊，原始門主啊 ，OK， 黐油。到時候唔使多謝我噶 ，OK 嚇，嗯，就係咁啦嚇，咁到時先算啦嚇 ，OK。咁啊嗱，跟住咧就都提下啦，即係只2.62咧，今日咧曾經去到1.27嘅，都升翻十零格嘅，即係叫做比琴日啦嚇。咁依家就回翻啲啦，咁啊成交係叫略為多翻啲啦，比過去嗰三日。咁啊大家自己斟酌啦嚇。咁啊1.62個分析都。俾咗分析噶啦，嚇！但系咧就買唔買你哋自己決定啦，就無人無有啦，系啦咁樣。同埋一路都講，唉，個市即係明顯已經有少少弱翻轉頭，未炒呢啲咯，即係財技嗰方面，即係呢啲財技股又唔會太受個市影響咁樣。係啊，今日另外仲有一隻好勁嘅咧，就係只1091提過啦，之前都係啦，你見到今日成交好大啦，億幾，今日去到1.4億啊，估你都估唔到啦，嚇！你又唔敢買啦，調翻轉。但係咧，佢係真係狂爆張上去啦嚇！
咁所以點解我會對即係1205咁大寄望咧？因為佢一甩咗只1091應該話佢甩咗只1091之後咧，其實只1091係咁爆，爆到今日，其實過埋之前啊未過一個百毫幾添，嗰一陣仲要去到誇張到，即係我想講，其實呢啲股票咧癲起上嚟咧，你係唔需要解釋嘅，啲錢一埋堆嚟料就嚟料噶啦，啱唔啱啊？炒股啊嘛，係啊，炒股係咁啊。炒股票是咁炒噶嘛？你睇 RSI 就係七廿幾啫，暫時當然好高啦。但係問題當然唔係依啲，即係唔係話依家追啦。即係一路其實講緊係之前嗰陣已經話只股票咧個形態係咁樣鋪緊上嚟，係有料到嘅嚇。即係你信唔信解啦嚇，就咁樣咯。如果有咧，其實咪應該成日食，因為其實去翻十月到十一月嗰啲。頂位會唔會有油價？你講唔係佢而家呢個啊1091啊，即係去翻十月十一月嗰啲位咧，其實即係你兜可以食烏噶啦，係咯，其實應該食得食噶啦，可以食烏噶啦，炒其他啦，係咯，即係應該因為通常你諗下，因為你咁勁咧，其實琴日股災嗰下，即係唔好話股災啦，琴日跌好多股票，跌得好慘。嗰下咧就冇得好講啦，係咪先？即係你諗下，好多股票係逆市升，唔係即係有部分股票逆市升啦，冇好多隻啦。逆市升嘅當然有啦，係。但係你調翻轉講，即係佢今日嗰個表現咧，其實你去翻之前你講嗰啲阻力位啦，其實都可以考慮食股啦，炒其他啦。如果你有1091嘅話，啱唔啱啊？係。周街長毛其實咪好似當年太平天國咁咯，係咪先？佢哋嗰陣時反清復明，唔係反清復明，反清啫。咁跟住就剪曬辮噶嘛。同埋我見以前嗰啲頭太平天國嗰啲咧，佢哋唔係好興包住個頭嘅咩？係佢係包住個頭，但係佢係剪咗條辮噶啦。係剪咗條辮，然後有塊白布包住個頭，包住個頭，黃色嘅係啦，啊黃色嘅，黃色嘅係啦。咁啊，咁佢啲王係仲有個官噶嘛，係你好多王噶嘛，係啊咁樣啦，就係咁啦，係啦，哇！掃翻上去喎，頭先過六咧，我都想加多啲嘢噶啦，即係2686嗰下見到嘅無啦啦，今日因為可能琴日因為太硬淨啦，琴日你見到個市咁慘嘅時候，佢竟然升，咁今日回翻啲啦，即係。逼啲人食股又好打靶又好啦，咁所以咧今日啲股票咧，即係2686咧係咁嘅玩法咧係即係你唔好話預料之內，其實咧就係即係正路嘅，因為湧翻一啲即係真跟勢入去嗰啲啊，但係又冇乜實力嗰啲咧沽翻出嚟啊嘛，你明唔明我講咩啊？係，咁其實都係。還原基本部啫，都仲係好過個市啊！即係整體個走勢仲係好過市，好過個市啊！其實係啊，咁個市你見得到，其實呢100多點有乜所謂啊？係咪先？呢叫反彈喎！啊，夾埋你琴日低位嗰啲低位彈上嚟嗰200多，咪300多咯？咪咯，啊咁樣咯。咁但係呢啲啊，梗係強勁啦！呢啲股票係咪先？但係好多隻都好強勁。係啊。咁另外你有咩觀察到啊？今日冇啊，繼續我嗰只3311啦。你自己我哇5% 喎，爆頂喎，係啊，繼續爆頂。咦，咁你個市其實對你哋都冇咩影響喎。係啊，炒股啊嘛。係咯，好堅喎。OK 嘛 ？OK 啊。有料到啊？有料到，有料到。係啊，另外咧，早輪都有分析過嘅31啦，今日31都有5.7啦，去翻。咁啊，另外就係2722啦，今日無釐頭去到。69嘅又係吊頸位啦，成交又大啦，咁但係成交大都係講緊唔夠300萬錢啦，依家就咁樣樣。哦，係啊，2722咧就尋日出個業績，就嗰個純利同比按年增長啊5%-6%咯。係，盈起嚟喎。係啊，盈起嚟嘅。嗯，咁其實根本上條數就唔會點輸嘅業績就，不過爭在你話嗰、那個佢炒唔炒呢件事啦，即係如果論圖咁就點講咧？
睇睇翻先，拉翻长啲一睇，二七二二，嚟喺度。论图企稳咗咯，初步等佢得唔睇佢得唔得到底咯。成交问题啦，呢啲系咯，都系成交。其实成交，因为你过去嗰半年其实都好弱，嗯，因为一路以嚟，其实我记得旧年九月嗰阵时候炒过一转啦，咁啊系有啲细嘅嗰阵时候，系因为啲电股得啊嘛，咁同埋嗰阵时又话兴搞氢能啊。咁啊，依家興撚完啦嚇，啲興撚又係啊，咁變咗就啲電股死曬啦，咁啊變咗佢又歸於平淡啦又係啊，咁但係嗰陣咧其實係幾好炒嘅，因為其實好乾嘅啲貨講緊嚇，就係咁樣樣咯，嗯，仲有繼續沽車股咯，一路講緊嗰啲一七五啊，今日彈翻啲啊，彈琴日大成交懟落去，今日反彈冇成交，係啊，大家諗啦。大家谂点啊？成个裂口有咩有咩做淡啊？你未一七五咯，一七五一路都话淡车股啊，二三三三寻日跌超过8%啊。嗯，系啊，大反弹冇嚟过又系，弹翻少少咯，反弹冇嚟过，所以我觉得继续 put 啊。嗯，呢啲 no mercy 啊，哇，仲系冲紧上去添，只一九六一。好鬼癲喎！呢啲就係，唔係真係有，佢一炒起上嚟真係幾狼啊！係啊，到唔到你唔到你唔服嘅真係有，係啊，佢啲元宇宙概念噶嘛，係啊呢只嘢，不過好在喺香港啦，元宇宙概念依家就係啦，啱唔啱啊？但係咧想講呢個咧，即係如果佢二月八號咁震落嚟咧，即係隨時。你睇漏眼咧，佢就走咗咯。嗯，即系你隨時睇漏眼咧，你就 miss 咗呢下。系啊。唉。咩料啊？騰訊差個市，唉，上唔翻五十天，係嘛？起碼短時間內咯，又係。我覺得上前日啊，我喺前日，我記得星期一嘅時候咧，都係同小雨做節目嘅時候都話，即係未來嗰一兩日關鍵啊，因為你落到五十天，你一穿落去又你講大市，係啊，一穿落去咧又冇乜命噶啦。咁而家又係就到嗰個一兩日又係關鍵喎，因為你穿咗條五十天，你可以隨時呃貨咁樣咧，轉個頭彈翻上去咁樣噶嘛。啊，喂，其實覺得個市。我想指數可以拜拜，嚇！即除非你真的要炒期指嗰啲咁力，冇得咁啦。但係你如果你話即係冇乜特別嘢，揀股炒過啦，真係。係啊，係啊，我會咁做咯。我都係啊，都係咁繼續啦。九即係睇股嚟炒啦。嗯嗯嗯。另外，我仲有一隻之前講嗰只九九七九咧，都係回咯，跟住市回。九九七九。系啊，因為市回咯，但系我覺得還好，冇個市咁差。依家三百幾靚仔啊！我想講，即係靚跟住航運股裏邊呢一隻今日表現係比較突出啲，我自己認為。咁去到三個六幾啦。其實嗰陣咧三蚊邊咧，同大家分析過噶啦。有買到，如果坐得到嘅朋友咧，應該冇人輸錢嘅。咁另外咧，就我諗，如果你話呢輪又都有一隻咧，前排都睇過噶啦，就係二六七啦。咁啊，一路沿途都係上升緊嚇。咁啊，好靚仔。咁嚟緊有業績噶啦，會。嗯。咁啊，睇下點樣樣啦。咁但係呢位咧先追咧，就冇計啦嚇。咁啊，一路升咗好多噶啦，成隻嘢。沿途係緩慢地上升嘅，你睇個圖係。你逢低吸納啊，有計噶啦，之前。依家咧就開始買開一啲真係阻力位啦，咁啊會唔會去十蚊咧？我諗有機會嘅，趁業績前後，但係形態反覆上咯，係嚇。咁個問題就係即係睇你中唔中意呢一種玩法咯。要坐比較坐耐少少咯，嚇都唔係耐嘅一段時間咯。同埋佢呢啲股票咧，呢啲圖咧，如果你睺低，即係趁佢落嘅時候你撈到咧。其實你都係沿住嗰個啲平均線咧，係
啊嚟到去做個操作，即係你唔對路，穿咗平均線，你咪打靶咯。係，佢好明顯嘅，因為佢行上嚟係一級一級咁樣沿住平均線。冇錯，咁呢啲股票其實對於一啲即係你炒股藝術、炒股技術唔係咁叻嘅人咧，其實係冇乜問題嘅，即係跟住個操作做啫，係啦。係又唔會同你講話一跌五六七八個 percent 咁樣，係啦，呢啲一兩個 percent 慢慢熬上去，係啦。就係咁解啫。尤其是呢啲市況坐呢啲股啊，無敵啦。嗯，就係咁樣啦，係啦。仲有財政預算案派$10,000喎，夠唔夠啊？覺得派現金好啲啦。係。但係其實而家咁嘅環境，佢派得嚟都起碼要四五月先有得用。講真啦，嗱，其實咧，即係作為香港人啦，即係簡單啲講啦，即係發下牢騷啦，即係要係啦。其實講真係，即係一路都雖然咧，以往咧都覺得派錢係應該嘅，因為啲錢係我嘅，即係納咁多税，每日喺度交都交唔少啦，係咪先？係啦，即係喺股市，喺股市度係咪啊？係，即係俾印花税都俾唔少啦，咁多年20多年以嚟。不要再計其他啲，以往香港好景嘅時候，你有冇咩措施係俾翻我哋咧？完全冇，仲我仲要為我自己退休咧籌謀，照交強姦金。好啦，冚家產，調翻轉依家落難啦，係你哋累到香港人落難嘅，咁調翻轉咧又唔撚派錢，係啦，你話係咪好撚撲街啊？哇，過四添，1961。嗱，你又買咗呢啲咧，都話有啲安慰，係咪先？即係如果俾你捉到正嘅話，有啲安慰啦，叫做啱唔啱啊？咁咧$10,000，講真啦，其實即係$10,000有，即係唔係話如果你就咁使咧，梗係好使啦，都可以嚇睇點使啦。但係調翻轉，你話好多錢咧，梗係又唔係啦。係。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咧唔係好自在你派錢嘅，因為講真，你係撳死曬好多行業啊嘛。係。另外他有個措施就是話，由即係佢盡快立法，就唔俾業主追租啊。咁呢個咪即係攬生活院咯？係啊，係啦。咁我覺得個咁講真，好多業主，嗰啲所謂啲業主，其實都係借咗好大嘅 mortgage， 係嚟到去租層樓俾你，或者租個單位俾你。所以咧，佢一定要你俾租嘅原因，因為佢攞你租嚟還 mortgage 嘅啫嘛。係主要原因就係你唔好睇到好多啲業主咧，真係好撚有錢係。full pay 俾曬先得㗎，其實佢哋講真，佢哋都係玩緊一啲踩鋼線嘅遊戲啫嘛。佢哋嘅財技咯，係啦，即係你如果調翻轉，係啦，你如果調翻轉成個世界冚家產咧，其實嗰啲所謂業主咧，就仲撚撲街過你，即係佢會更加大鑊過你。係作業個業咯變咗，因為個問題就係佢根本上都唔係 full pay 賣嘅啲嘢，佢純粹係借到錢，跟住咧啊咁啱又揾到你條友。租佢個單位，所以咧你就幫佢交運租嘅，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哇！咋？頂油衝，係啊，係衝啊！1961，所以我畫面開住嚟睇啦。反正我冇乜其他股票揀嚟炒，咪睇下咯，冇所謂噶。呢啲真係趁勢湧入去算。睇下咯，冇所謂噶，係咪先？係啊，即係咁解啫嘛。不過好鬼死衰呢啲咧，尤其是佢2月8號咁樣。咁樣即係大成交上完佢再落咧，即係隨時你會喺個 watch list 嗰度 delete 咗佢。係啊，咁冇辦法嘅。真係冇辦法。咁同埋個問題，我哋係炒啫嘛。如果你調翻轉你係炒嘅話，係嗰度係幾多？一二三四五。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因為佢其他嗰啲咩防誒嗰啲咩叫優惠措施咧，因為好多鋪頭執笠啊。係。咁實際上咧就唔會申請嘅，因為執咗粒就申請唔到噶嘛。直接咁你其實政府係唔會俾到錢你嘅。係啊，即係實際上佢開個條件，但係實際上有幾多人會係可以申請到而用到咧？基本上未必咁，未必好似佢計條數咁樣。啊，我依家開始派乜 Q， 跟住咧就話幾多嘅預計會少收幾多税啊？庫房收少幾多？其實實際上未必係咁嘅。係，因為冇人申請嘛。係。因為不合資格申請嘛，都執咗咁樣，就咁解啊！你唔好俾啲人，即、就、系、是、你唔好禁制啲人咧揾食咧，其實唔稀罕你啲錢。係，不如講真，即係你冇咁多限制，基本上香港經濟冇問題，絕對。
係。哇！勁啊！1961呢啲嗱，呢啲又係啦，冇乜限制呢啲升幅又係咁樣炒法。哦，嗱，一路衝頂啊！1961睇下睇翻先，冇蟹貨啦。亦有冇獲利貨咧？咁嚇？佢歷史高位係過半咯。嚇！都上到歷史高啦，到噶啦，都上歷史高啦。就算停一停。都有即係能力再上，其實都嗱有係啊，哎有交代啦呢啲，哇仲有三格咋，有曬交代啦，嗯，啊頭先過六鬧到喎，即係2686啊，如果鬧到啊，又唔使斬孖展啦，啊，即係咁講啦，係咪先？好啦，咁啊，即係佢依家去到4月20日嘛。但之後佢可以繼續褪噶嘛？其實係噶，成年唔使玩嘅，基本上。其實係噶。最衰就，唉，外圍都繼續差，其實個局勢，即係加息啊，烏克蘭嗰度，兩邊普京油價可以衝到100蚊咯喎。倫敦嗰邊係啦，爭幾毫子咁樣咯。嗯，爭幾毫子就100蚊啦。佢話嗰個係阻力位，其實都唔係阻力位嚟嘅。即係講真，你如果要顛起上嚟，邊個阻力啊？你而家破到嗰啲咁嘅關鍵嗰啲大位，你冚倉都冚死你啦！係啊，調翻轉，買翻轉頭噶嘛？你買翻轉頭係啦，你要吸翻個 short 啊嘛。咁佢會升得會仲急噶喎，其實係噶。即係如果嗰下佢真係要破嘅話，突然間嗰下扯上去，係啊，其實咪就係早排一嘢射穿天花板噶喎。咪其實咪就係近呢兩年嘅 Tesla 咯。係。個個諗住話高位啊，沽 Tesla 點知一嘢夾出去，全部都要呢個咩啊 ，cover short 咁樣。依咁嗰啲相關嗰啲油股應該要趁機會補翻啲喎。今朝咧，其實我及到只1966咧，其實蠢蠢欲動噶啦呢只嘢。我見到國泰君安嗱，又係呢個牌啊嗱，國泰君安。喂，啲成交嚟料喎、啊！今日唔係好多錢呀，200多萬都冇，200萬都冇。但係咧，你見到國泰君安個牌出咗嚟。佢係真係接噶2.75，你唔好睇啊嗱，你唔好睇佢依家好似好疏落咁啊，但係有啲大手咧係佢要噶。今朝我睇咗好耐噶啦，只1966，因為呢一扎我都有摸緊嘅，嚇係只3337咧就弱雞啲咯，嚇係只3303又係咯，成交唔夠嗱，同埋啲圖咧死蛇爛鱔咁樣，邊度冇成交嘅？係只1966，早排望佢嘅時候2.5毫啫嘛。系，咁依家最高都有2.8啦，吹你唔涨。根本上好多嗰啲所謂業主扮撚曬嘢，屌其實都係個殼嚟嘅啫嘛，屌！另類財技咯，即係佢應該話，即係佢冧到銀行咧，批到俾佢，你明唔明我講咩？咁佢同嗰條友有咩關係咧？咁呢啲要揾廉記啦，當然。但係實際上我同你講，屌你！如果銀行唔批俾你，屌你係業主牙斬斬喺度扮撚曬嘢，屌！同埋你低息環境，你唔通借私人貸款出去啊？你冧到我，我邊度借有錢你去炒？係啊，風險你負，係咪先？風險你負嘅，呢啲你係啊，呢啲好多都。真系知就知啦，唔知就俾你嚇死啦，叫做唔知都扮都系扮唔知嘅啫，唔知就即系俾你嚇死，系啊，系啊。實際上其實你都係條陌路嚟嘅啫，我魚頭老襯底，系你話係咪先？好撚多啦，屌！哇！你真係兩成機閒閒地，同一隻1091互相輝映啊！屌幾撚勁，只1961。其實早排及到啊，只1091真係嗱，商湯呢啲其實你都係大陸錢買啫嘛，呢一陣都過唔到8蚊，係咪先？你6-7蚊其實呢都係炒上落啫嘛，我當你呢個價。喂，嗰日呢啲價話買打和唔使輸咁解咯，都冇錢贏。你係真係上幾日嗰下買到就話係賺到咯，但係。唔係呢下你 timing 夠咪得咯，玩呢三日啫嘛，係啊，六蚊邊啫嘛嗰日，我冇叫你追1961喎，依家呢一刻係啊，我同你講話之前有提嗰啲股票，依家升咗上嚟，你嗰下唔買，依家先嚟買，我幫你唔到啦，當然係咪先？咩啊？嗰段咩嚟㗎？
我唔系啊，今朝个节目咯，486，你中意咪买咯，486系啦。琴日跌到扑街，你唔喊系咪？依家弹翻12%，你又 VR 鬼叫，系咁啫嘛。其实即系简单啲讲，调翻转，其实咁样有啲业主你俾佢即系放宽成数咧。其实是不是政府帮手督爆事？不是，其实我觉得这样做反而 OK，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会有个借口逼得那么紧，即是你 mortgage 放大了一些给你们，那反过来你有钱就买咯，那我觉得其实 OK 的这件事。还有反过来银行不会逼得你那么紧，其实以往负资产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死要跳楼呢？是因为银行逼到你逼到你住啊嘛，講真，咁你講真，佢又唔係唔還錢，咁拖長嚟還得唔得啊？得噶嘛，咁俾多少少息得唔得啊？得噶嘛，但你冇得同佢商量啊嘛，你係逼到佢死，咁佢真係會死噶嘛，講緊，係咪先？咁你其實你講緊你都係數字遊戲啫，咁你其實你所有嘢都係大家都係揾食啦，你話係咪先？咁你需唔需要逼到人哋死？我覺得呢樣嘢就係當年係好嚴苛，所以先至冇咁多悲劇嘅，後屘即係2003年之後。係。咁2003年之後，第二樣嘢就係因為個經濟上翻嚟啦，啱啱先？咁銀行又覺得你還款嘅能力對你還款有能力有翻信心，咁咪唔逼你咯。其實個世界就係咁啫嘛。咁後屘當然即係銀行業都檢討過呢一樣嘢，所以咧就冇逼得咁緊嘅。其實講真，這個世界。即係唔需要逼到人哋上絕路啦，係咪先？你要佢還咪還咯，還錢啫嘛，咪拖長嚟還咯。但其實檢討都點講啊？有用咩？其實大家都講話追窿嘅嘢都係無情，超級無情。唔係嗰啲追窿係財，唔係你財務公司嗰啲就一定係噶啦。但係你銀行其實相對咧，銀行就好翻啲嘅。係，我聽聞啲經驗就係連銀行都係好無情咁。唔係銀行佢係撲街嘅，但係而當年更加撲街。是我想讲，系啦，就咁解嘅啫。同埋，其实今年加息我预咗，唔系，但系因为你加息唔会加到好多啊，香港跟唔到噶，即系我自己认为跟唔到好多，因为你即系你可以点讲咧？即系你美金其实加极都系有个谱，因为你美金依家你嗰个美股咁高咧，当你美股大跌咧，佢加唔到噶，你明我讲咩？即係你而家吹，咁你梗係吹緊加息，梗係吹緊加息啦。但係實際上到時候你美股爆煲，或者你美股調整大調整嘅時候，你就冇條件加息噶啦。係，你就會減翻嚟去，咁你個股市咪會抽咯。嗰下明唔明啊？係。咁但係你實際上你話加嚟加去，可能都係零息啊、0.5啊、1/4啊，咁你加嚟又加又落，又加又落，咁其實都係咁，咁其實冇意思嘅。即係你香港依家你啲人驚，其實我又覺得。個息口唔會扯到去邊？講真的，因為你美股有機會爆，有機會調整啊嘛，咁你仲加咩？加唔到啦，到時減息啦，玩翻係咪先？我唔玩啦，2018，多謝你。OK， 玩乜鬼啊？呢啲嘢你玩啦。OK， 玩乜鬼？你今日見到只2382抽得咁緊要，所以你博只2018啫，可能。又係嗰啲，又係嗰啲邏輯喎。玩啦，係啊。又是那些邏輯，哎，那隻升了，不如找第二隻追落後。是。我找其他東西。那你那些消費券那些什麼700那些就彈完啦，過半，那現在沒有啦，今天這麼大成交彈完啦，千多萬錢啦，今天。貨都散完了。散完啦，炒不起，簡單的說，就是炒不起。好消息散貨啦，成交量無啦啦，這樣。炒不起啊，其實這東西，你說你過半都沒人贏錢的，你過去這一個月，過半買那些都沒人贏錢的。系，你睇到个图噶嘛，话咗俾你知噶嘛，都系咁行法，系咪先？而家失业率仲系3.9%，冇上升，所以先冇人跳楼。唔系噶，你错啦呢样嘢。你讲紧你，除非你系近呢5年、3年买楼嗰啲啦，讲紧你超过5年以上或者8年啊、10年嗰啲业主咧，真系供紧楼嗰啲咧，其实失唔失业已经唔关事噶，我自己觉得，因為你在這個階段裏面呢，你上到車買樓的人呢，基本上受失業那件事是影響最小的。你現在失業最多是什麼人呢？飲食咯，旅遊咯，即是過去這兩年，飲食、旅遊，那類咯，
咁美容啦，加上嗰啲啦，咁你好多其實打工根本上冇資格買樓嘅嗰扎人，即係呢一扎喺社會上邊嘅人，其實係冇資格買樓嘅。本來仲係喺度努力緊嘅，嚇，因為你做旅遊咧，做零售嗰啲咧，其實咧嗰幾年咧，即係你講緊放自由行落嚟嗰時候咧，其實係真係揾得幾好嘅。話一條靚女喺某啲化妝品店嗰度，可以三四萬一個月嘅，五萬嘅甚至乎。是講緊你嗰陣時候做到你死啊！即係嗰啲大陸嗰啲旅遊啊，係全香港都係人嗰陣時候。嗱，咁你條仔夾埋你咧，就可能每個月咧就月入咧十皮嘢以上咧。嗱，咁你就有資格咧叫，如果你有啲首期咧，咁你可能有資格咧就買到樓啦。嗯。咁你如果依家咧你真係失業咧，嗱，咁你呢啲咧你又真係有機會咧供唔到層樓啦，所以你要沽樓。但係辣椒咧就會令到你咧賺唔到錢嘅層樓啊！你明白我講咩啊？但係實際上，你話你失業率嗰啲其實影響唔到個供樓噶啦。你呢個概念係已經係勾咗啲噶啦。你諗清楚就知噶啦。其實買樓嗰啲唔係呢人嚟嘅，過咗十年八載，你明唔明白？係啊，係另一種人，唔係呢種人。OK 啊，有人問2318喎，65蚊有貨走唔走好啊？冇啊，其實佢呢幾日因為個市齊曳咯，所以佢落翻啲嚟咯。因為臨近可能三月中係業績啊咁樣，咁我覺得呢位支持位嚟嘅64蚊頂得住嘅，頂得住就好 OK 啊，頂唔住就可能就會落翻去六啊一蚊啊60蚊嗰啲邊位咯，係啊。我覺得你可以揸住先嘅65蚊太高啦，我哋嗰陣時買係60蚊61、62蚊到啦。嗯，嗰陣買上嚟嘅，其實你65蚊樓上算高噶啦，短期嚟講，啊，因為你匯豐業績又今日好啲啦，但係其實高位可能有機會見咗啊嘛，匯豐短期啊，咁你平保咪又係一樣咯，調翻轉炒咗一陣啦，係啊，炒咗一陣啦，其實，同埋你65蚊係算比較高嘅近期，你可以揸嘅，因為佢有機會收翻上去都唔係揸好遠啫嘛，大佬依家揸1蚊。咁都驚你就唔好買啦，60幾蚊嘅股票揸1蚊，你已經騰緊震嘅，咁你唔好買股票啦，其實真係噶，係啊，我講真嘅，啊，話説我啱啱晏晝啊，頭先大約晏晝點啊？啊唔係，大約2:30我沽咗咩啊？比亞迪1211係啊。牢底是吧？不是，我沽啊。哦，即是put咗。Put咗。啊。是啊。買啲put下。OK 啊，put。Put，是啊，是啊。Put佢一摸。Put，是啊，OK。是啊。我覺得是要，如果要搏佢落就差不多。嗯。攞返上一個頂。其實今日是得即係1091最好睇嘅，我覺得。真係神乎其技啊！我覺得真係哇，呢只股票真係點解可以咁有型啊？係呢啲真係股票啦，我同你講係咪先？同埋189咧就反彈嘅個兜出咗嚟，咁但係咧都彈咗成10%+噶啦，呢個低位計。咁我覺得上邊12蚊開始有阻力咯。你而家先嚟買就蝕咗啲咯，蝕咗張咯。但係你要諗下咯，其實佢近排兜上嚟咧有成交嘅，有機會。睇下過唔過到12蚊樓上，你就有你嗰個嘅回報會扯翻大啲咯。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你而家呢位追咧，接博率就遜色咗啲咯。同埋想講咧，呢只我哋其實嗰陣時咧，佢隔第一棍嘅時候，我哋已經望到啦。嗯，係啊，其實嗰陣時博就差唔多。啊，好明顯成個下降軌。佢話其實咧，你啲咧有陣時候咧點講咧，你出第一下陽燭咧，你又會 firm 啲，你就咁追，因為嗰支洋燭擺到明係要懟爆呢一個底啊嘛，係咯，即係做一個圓兜咁樣，係啊，咁你唔出洋燭，咁即係代表你唔會有細炒，你出得洋燭，即係大洋燭咧，就代表一定有成交懟落去，因為個個博樓底啊嘛，係，咁你嗰陣咪有陣風咯，你跟到咪得咯，順風車有陣時候咁解啫嘛，唔係其實要博真係嗰下噶啦，但係你依家呢下咧就12蚊阻力咯，就睇你敢唔敢博啦，嗯，啊，咁你話2356嗰啲咧，其實呢啲銀行咧點講咧？你如果你真係要買咧，因為嗰個息差嗰個嘅因素咧反映曬噶啦，即係
色差的優勢咧反映曬嘅，所以你如果要搏咧，你要搏另一樣嘢，就睇下佢會唔會賣盤啊，成嗰啲。咁依家你係高位落咗啲啦，可以諗嘅其實，穿7蚊打靶啦，係啊。你考慮下啦嚇，唔好話我碎你買啦，你自己諗下啦，係啊。俾我就唔會入，因為喂五號仔都炒到都完咗啦，其實啲唔係咯，即係你最頭嗰陣嗰啲係只渣打仲有啲力，係咯，係啊，一九六一靚啊，靚仔啊呢啲，聽日會唔會2蚊啊？唔知啦嚇，二六二又係啦，嗱二六二呢啲其實有啲細嘅，不過我都講咧，即係嗱即係分析嘅，純粹唔係碎大家買啦，講真係啦，你係。嗰、那個炒個概念，你係搏咩咯？都係重新咯，成日喺節目裏邊呢一輪都強調啦，即係呢咁嘅市況咧，你揀股嚟到買咧，你要俾自己一個好大嘅原因就係、是、我買呢只股票係買啲乜嘢嘅憧憬啊？係嘛？嗯，即係你個憧憬，譬如你要搏佢私有化嘅字樣大嘅，同嗰個 NAV， 咁你就可以落客，你可以落住，但係你要按你自己嘅能力去落住咯。係嚇。即係我冇人叫你賭曬成副身家落去，嗱我絕對冇講過呢啲嘢，係啦。不過咧，作為即係炒股咁耐咧，你話要做分析咧，就俾曬噶啦，嚇！即係分析角度俾曬嘅，係啦。咁呢輪幾隻股票都有表現啦，咁好彩啦，即係個市即係俾面啦，又係咪先？即係，但係你上落都有個韻律噶嘛，即係譬如你2686呢啲，即係舉個例子咁樣，我會叫你呢位你可以上車啦，係咪先？嗯。都未大炒正式嚇，咁我覺得其實你見得到佢挨緊一個七樓下，喂，你可以考慮去諗下買唔買呢啲股票，係咪先？即係同一道理咯，你262又係一樣咯嚇，你要知道你買緊個咩憧憬咯嚇，咁你又得嘅。咁我睇資源價格、能源啦，尤其石油應該短期唔會落得到噶啦，因為嗰日震倉震完之後，你咁快上翻去個頂度。咁即係擺明嗰係震倉咯，嗯，係，即係嗰段消息係有人做出嚟，就話俄羅斯撤軍，其實講真係冇人信嘅，不過唔知點解個市場就嗰下即係懟咗啲油價落嚟，哦，都係懟一懟咁樣，係啦，借勢懟一懟，咁你依家破頂，即係擺明嗰係震倉啊，係，係咪？人哋美軍都話幫你做埋分析啦，喂，人哋美軍見到喂唔係走喎，係嘛？虛晃嚟嘅喎，虛晃一招嚇、啊，調動嘅喎咁樣。我點樣知佢同你玩獨立？即係兩個地方玩獨立，跟住佢同你話：我落去維和啊，咁樣啊？係啊，不費一兵一卒就攞咗兩塊地方啦。都冇嘅，因為嗰兩個塊地方佢扶植㗎啦，嗰啲咁嘅反烏克蘭勢力。唔係佢本身佢入面嘅都有啲鬼嘅，因為佢四五成本身俄羅斯人本身獨立咧已經係公投過啊，而家興你興西方係興民主自決啊嘛，咁人哋自決咗啦，依家用武力自決係啊，咁唔係佢民族自決啊嘛，係啊，咁咪同佢建交啦，係咯，即係咁講，即係道理上又咁講咯，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咁你咁計咧，其實嗰、那個。你睇個勢咧，短期咧嗰啲油價、嗰啲資源價格咧，應該都仲係可以令到相關啲股份係有啲勢咯。所以我其實短線我都係睇呢啲為先嘅。嗯嗯，咁、那個市其實我話二三月見低位啦，咁你都懟咗落嚟啦，個市唔使講啦，啱唔啱啊？係，咁咪睇下點炒咯嚇。但係真係要靈活噶啦，講真，即係我唔係同你講緊呢種，即係今年你買股票嘅策略。其實最好咧，最理想嗰啲就好似你早兩日買只20，係嘛6蚊邊6.2到咯，我記得。跟住佢突然間話入指數喎，跟住哇爆上嚟，你沽啦啊！咁呢個最理想嘅啊 ，T 加二都慳翻，即係咁講啊！咁啊，梗係最理想啦。但係唔係個個做到啊嘛，大佬啊！即係呢個問題喺呢度啊，係咪先啊？嗱，呢啲1961呢啲又係，哇！啲個半啊，真係，即係你諗下，即係呢啲咁嘅勢，乘風破浪咁咪梗係好啦。喂，掃緊喎，喂，咪就個半咯，就話，唉，到啦，咪即係到啦，即係可能2蚊添嘅，屌，唔知會唔會，唔知啊，唔知啊，係可以啊，呢啲股任你冇啊，其實講真，唔係咯，歷史哇，突然間有大手掃嘅豪六，後面就睇住大手掃咯，頭先嗰下就係斬咗下，唔係咯。
厉害。所以我觉得呢个市咧，你话好惨咩？我又唔觉得，即系最惨系咪买咗啲新经济噶嗰几只大嘢嗰啲人惨啫嘛？系啊，同埋我觉得。最慘，喂講慘，我都係覺得2018年中嗰陣時咧，嗰啲啊，梗係一件嘢啦，又落百幾七百億日均成交嗰陣時，但係而家起碼講千幾億有錢，即係冇嚟冇去咁樣，起碼。但係今日又唔算好大成交啊！你頭先嗰下未夠3.3九百幾億，依家都係得千億到啫喎。係，唔係嗰個年代，嗰年2018冇衰年就係股災年嚟嘅，不過佢萬能美袋息美，即係由頭陰你。慢慢跌咗一年嗰种玩法，嗰年系唔系玩急插，冇嗰啲识走嘅玩急插，又个个识留底嘅，佢又唔俾你咁做，系唔系啊？急插啊，系人都惊到死掉，唔系即系你会掉完之后就会留底噶嘛？因为你完咗，如果你急插好短时间跌几千点嘅，咁个个识留底啦，系。其實有些人可以急，好似尋日咁樣跌八百點，啲人鬧啊，都鬧噶，係都鬧，鬧啦開始，係啊，有啲人會咁噶。即係我想講，佢就唔玩呢招，你明白？係啊，你一日跌一粒格，你一日跌一格，跟住彈兩格，跟住跌一格，彈三格咁啊，跟住你萬流尾袋，其實你每一次你吸樓梯落你死啊！屌，頭先過半啊！係咁啊，梗係要到過半啦。誒，咁一兩格有乜所謂啊？即係個勢係喺度喎，即係咁你咪順風破浪好咯。確診有5000元收，嚇？有嘅咩？咁咪好多人攞，依家幾千人喎，日日都。嗱，指示香港按揭保險有限公司修訂按揭保險計劃，可申請最高80%按揭貸款嘅樓價上限將由10000000提升到12000000。首次置業人士可申請最高90%按揭的樓價上限，由依家800000去到1000000。其實講緊，其實係會多咗人買樓嘅，因為你容易批到嘛，即係你攬高咗個門檻，你係容易批到嘛，你明白？係，唔係？但係我會係覺得你係會有人多咗買樓，但係係咪安全咯？咁呢個睇人嘅能力嘅啫，即係講真係咪？你買得嘅時機就係最好時機啦。你一定同你講過啦，係咪先？嗰陣時林鄭 plan 一出嚟嘅時候，都係多咗人買樓噶。係，即係而家係2.0啫嘛，一樣加強版啫嘛。即係意思係啦，即係你買得起嘅時機就係最好嘅時機啦。啱唔啱啊？咁唔似張家輝。不，我咪就話張家輝提過你啦，已經講咗俾你知啦。冇有兩條啊，嗱錢啊，係啊，錢就冇啦，冇有兩條啊，嗱錢啊，係，係咪先？一樣道理啫嘛。So 1205，噗，你阿波，屌啫！我博佢裂口高開㗎，呢啲一瞓醒之後，1201091已經，我冇叫你呢個位追喎。我一路提嗰啲股票啊，正南知噶，系咯，我哋头先讲完话，其实应该食一食添。呢个阶段，你有睇我哋节目，你就知咩料啦。唉，讲真，因为头先我哋都讲到，喂，其实都上翻上年十月，哇，过半齐执抽噶啦，系咯，因为上头先都讲到啊，即系上翻十月、十一月嗰、那个嗰啲位，系啊，你短时间咁上咧，食一食，你再消化一下，然之后先再上会合理啲咯，系啊。好強噶啦，好夢幻。算係咁噶啦，兩成。你講真，1091啲股票對於一啲我哋中意炒股票人嚟講，其實係好夢幻嘅一隻股票嚟噶。你講緊呢個月初爆幾次啫嘛，仲係。係。我同阿 Sa 講過噶，哇，爆幾次、抽幾次，我話要買嘅呢只嘢，但唔知點解又冇買到。但係佢一路升到依家，你咪夢幻。我想講，上年炒股又係咁啊，好多嘢鬼暗眼啦，係咁。鬼暗眼咁，你係啊？你有陣時候唔知點解個狀態係好多嘢。干扰你嘅，所以你其实呢个人咧 ，keep 到一个比较好嘅生活咧，其实系好事嚟嘅。系，即系你谂嘢会清醒咧，你会唔会咁多杂念？系啊，好紧要嘅，其实炒股票系嗰个系讲咗，系讲啲嗰种杀手嘅本能。啊，你都识嗰啲啊？你都识，系啊，好嘢啊！啊，嗯，你都识呢啲啊？有计啊！系啊，嗯，所以我依家即系我的策略咧，其实咧我又唔系即系狂风扫落叶啊，机关枪式咁样扫射又唔系噶，即系我系即系追击手态度嘅。系啊，
狂风扫落叶，不如买盈富基金。嗰啲系另一样嘢啦，即系你系一个追击手角度，你睇中一样嘢咧，你就围佢，系啦。跟住咧，你即系你围佢咧，你又要做，当然啦，你讲紧你做功课能力系咪有一套啦？即系你有一套做功课能力，咁你就自然会明白我讲嘅嘢啦。你揾股票，你揾到噶嘛？系咪先？你揾套股票，你会自己。你會自己埋手噶啦，講真唔使人提啦。係啊，爭在個點火嗰下，嗰下藥引喺邊度鋪出嚟啫嘛。嗱，你啲股票一點起上嚟咧，隻隻都係一零九一噶啦。我同你講，係嗰種玩法啦。其實就係 up 個 number， 你即係你炒開知個圖啊，點行咧，其實就知點做咯。佢要炒起上嚟，真係可以癲噶。我同你講，係啊。二二六九點睇？其實我都唔睇呢啲股票噶。呢位聽眾朋友啊 ，Lily 啊，你叫阿莉莉係啦。嚇，你幾多錢買話？59.5啊，有錢贏啊！我覺得你自己決定啦，因為我唔睇呢啲股票嘅。我呢啲股票我對我嚟講散咗水噶啦。係啊。啊，或者你應該調翻轉頭諗，係咪應該沽下佢添？即係你係撈到一個低位，咁而啱啱又彈翻上嚟，咁咪好彩咯。咁食唔食會就睇你自己啦，但係你唔好問我啦，因為我唔睇啲股票嘅，其實 I'm so sorry， 或者你去其他台啊問其他嘅朋友啦嚇 ，OK， 我唔介意嘅。或者你調翻轉問，係咪應該 put 落去？或者會答下你。但係你買咧，即係你入，你話59.5入，呢有乜鬼啊？呢個股票對我嚟講係灑咗水㗎啦。唔係咯。啊！有乜鬼啊？呢啲我唔知你炒股票有幾耐啊？唔需要講呢啲啦，係咪先？因為你係個名叫 Lily， 可能你都唔想俾人知年紀啦，何況古靈啊，係咪先？但係冇意思啦，對我嚟講啊，呢啲股票。誒，呢個名透露到年紀喎。冇啊，好多人都會用呢個名嘅，幾好嘅，係啊，係啊。二二八算唔奇影？喂，二八呢啲唔算啊嘛，睇下先係咪奇影？但係咧唔算咯。不算是奇形，但你穿豪四你要撇的喎，成個底在那度啦。係啊，你穿你咁樣叫奇形啊？仲有排抄的喎，可以你初爆咗上去就 OK 啦。但你穿豪四要撇咯，都可以咁講都啱嘅奇形。調翻轉你 set 盤穿位追仲好。是啊，其實調翻轉你要睇成交咯。如果你係咯，仲要睇成交，你睇有冇錢到咯。你見到啲成交都係咁弱，其實可能你話炒起咗上嚟就自然會有成交，我都唔駁嘴嘅。但係問題呢啲位咧，你真係你可以補咯。但係如果萬一你穿豪四，你真係要打靶咯，二百嚇都 OK 嘅，揾到只咁嘅嘢嚇，大家研究一下做資源股噶，資源股嚟噶，石油天然氣啊，有中國兩個字，係啊，所以簡稱中能啦，係啦 ，OK， 呢啲俾我自己會 set 盤咯，穿某個位先，直自己入咯，電腦單咁入咯。佢呢個呢個股票你去到15.5啦，就有啲細應該。係咯，即係，但係如果你叫我而家買咧，我就費鬼事。因為你入得長，你就係冇風險噶啦嘛。我寧願即係你穿位就買咯。唔係你呢啲位，你一穿豪四，你就打靶噶啦。其實 OK 嘅，係咯，嗯。即係如果你係你，哦，出事，出現，收市啦，係啊，就係咁啦。另外一隻166咧，就真係歸於平淡啊！但個圖可能有機會再抽一棍上去嘅，有條件啊，係未唔似完，未似炒完啊，係咯。但係就冇人跟咁解啦，啲咩一毫子留下啲，個個覺得係妖股嚟噶嘛。唉，咁冇得好講。你明白我講咩？即係我知道，即係炒點講咧？即係睇你係咪炒股啊？你咪炒開股。系啊，你幾百蚊嗰啲先叫股票啊嘛，咁咪大把空間跌啦，係咪？係啊，喂，就241仲有空間跌啊！241，哇，屌呢只嘢，喂跌極仲有五，好似500几市值，哇，有排跌喎呢只嘢真係，佢又哇未好過啊呢只股票，
喂，其實佢仲30蚊打翻落嚟，得翻依家五個幾。喂，而家700億市值仲可以跌喎。梗可以啲啦，仲有700億市值，跌翻落7億市值得啦。係咯，呢啲係咯，跌落7億市值得啦，屌。咪係咯，唉唔好啦，屌好多人買咗嘅，屌我哋唔好怕心啦，屌。唔講啦，即係有陣時候唔想講嘢，係因為我成日都攞呢只同埋1833嚟笑嘅，1833係啊，平安醫生，平安醫生又係屌揾笨柒嘅呢股票係。係啊，今日。创新低喎！屌，点会唔系啊？屌，150万蚊嘅股票，喂，原来喂历史新低嚟喎！今日系，仲有得跌啦！同你讲，系啊，呢啲网上睇医生，270亿市值，网上睇医生，即系同你网上睇靓女有咩分别咧？咁又系，个靓女话我帮你出嘢啊，咁啊喺网上，咁点帮咧？我元宇宙。屌你真系啱啊嘛！屌真系，唉真系，即系当初呢个概念咧，几 juicy 嘅啲人，即系完啦，系啊呢场梦啦。唔系你有钱去砌个古仔，砌个画面，咁梗系有人 OK 嘅，炒咯个角度系咪先？喂，继续落，唔该一二一一。即系我同你讲嗰、那个。即係嗰個概念就係你有錢對落去個畫面 OK， 咁我咪信呢樣嘢咯。係，冇唔係即係，但係就係炒股咯。但係咪真係會咁得嘅咧？係啊，即係但係調翻轉咁講，就好似頭先我哋講炒股，喂錢多炒噶啦，即係我之前都癲過啊呢啲。李兆波啊，肯批喎，知唔知㗎？知唔知㗎？叫李兆波啊，係啦，李兆波，中大商學院嗰、那個。研究所明月，明月教研學人啊，李兆波狠批啊，狠批咩啊？啊，呢個派10000蚊咧，係掩口費嚟嘅，鼓勵政府越做越差，用公帑遮住你個口。回想真係笑中有淚，我同你講啊，唔係笑中有淚，係淚中有淚啊！依家淚中有血啊！喂，其實上年派5000蚊已經有人鬧㗎啦，啲戇鳩係啊。其實香港係即係有啲咁嘅聲音係 O K 嘅，屌你咩個個都堪春咁撚樣，屌真係你唔好以為啲人唔出聲就唔撚知啊！屌大家有感受噶嘛，係，屌大家都係用腦諗嘢噶嘛，屌你係咪先？啱唔啱啊？但係你俾我都會照收嘅。屌你俾錢我攞翻自己錢啫嘛，點解唔收啊？係啊，我都係照收嘅啫，即係收住嚟屌。啱唔啱先？唉，冇嘢好讲，反正收咗市，睇竞价咯。冇啊，我觉得要弹咧，呢几日好弹啊。3月噶啦，下个礼拜翻嚟。系啊，啱啊嘛，业绩期噶啦。系啊。收5.59喎，啊，即係1.205，挨近地high收喎，但係吊頸位喎，啊呢個有啲啟示喎，聽日可能因為其實個圖咧都好靚嘅，你睇下佢呢啲，你唔好等佢大爆張嘅時候先 VWA 鬼叫啊！其實滿星大發財就係咁噶啦。啱唔啱啊？咁阿 Sir， 因為今日咧有啲事，咁所以咧就捐勤，咁啊聽日應該會翻嚟嘅，係啦。咁啊，另外咧講下啦，因為其實疫症咧，即係依家即係咁嘅程度咧，咁好多朋友咧，即係都可能未必想出街啊。
咁所以咧就即係 up house 禮拜五嘅節目咧，就會暫時停一停先，因為咧即係我都要顧慮翻即係啲同事啦，因為可能佢哋都啊即係唔想出去啊，即係拍外景啊，我都理解嘅。咁所以大家可能暫時可能呢個階段停一停先啦。咁但係我係實際上我係想有多嘅嘉賓咧，係聯絡同佢哋想做節目嘅，即係包括咧，即係有啲宣布咗參選特首啲朋友啦，阿冼國林啊，同埋嗰個胡世全咧，我都揾咗佢噶啦，係啊，佢都係應承嘅，不過咧爭在佢俾日子覆嘅啫。咁另外咧，因為今日咧夜冇事咧，大家唔知有冇印象啦，即係 Low Push 咧，即係喺尖沙咀天文台道嗰間燒雀燒酒吧。即是 Davy 大飛，即是 LMF 那個音樂創作人，大家經常聽這個林憶蓮的《至少還有你》那個作曲那個，他是老闆來的嘛。其實他今天宣布了，即是他們做完4月1日之後就不做了。哦，頂不準。是的，那他們都當然，即是都說過啦，即是其實你社會運動跟住之後疫情啦，咁啊其實咧都頂咗好耐啦。咁啊加上咧最頂唔好嘅咧就係啲業主啦，同埋呢個政府啦，佢哋講噶。咁所以咧就決定咧四月一號開始就停業啦。嗯。係啦，咁啊我估計應該佢哋背後嗰啲主持人應該都可能會喺即係唔知幾時啦啊，先至再會同大家。即係後會有期啦，即係如果以呢一種餐飲嘅形式係啦，我估計係咁啦，因為言外之音我睇到出有少少嘢嘅，嗯，係啦。咁如果大家即係想去買燒酒咧，或者即係用佢哋啲服務咧，即係外賣咧，咁都可以嘅。去到四月一號係啦，我都會幫佢宣傳下嘅，因為其實阿大飛個人 OK 嘅，冇乜嘢。係啦，咁我同佢都傾過偈嘅，啊，即係好實事求是一個人嚟嘅，就係咁樣樣咯，啊，咁所以咧呢一個月啦嚇，應該都有啲幾何級數上升嘅啦，即係同呢個病毒一樣，啊 ，OK， 有啲現象，啊，有個研究話下個月初即係疫情高峰，下個禮拜咯，係咯係咯，啊，其實下個禮拜咯。就單日確診可以去到180,000。我唔會信呢啲咯，即係講緊你南韓一個咁大地方，一日100,000單啊嘛。係。前排講緊，其實我覺得就算我信都好啦，即係信香港會即係一日180,000單都好啦，唔緊要。我覺得咁都唔係一件壞事，因為全民確診咯。嗯。大家唔使封咯啲嘢，我都冇問題啊。我都冇問題啊，睇你有咩藉口封城。看你什麼藉口封區，那你每個人都中了，那使搞這些事嗎？我看你有什麼藉口做，其實我都想看的，其實反過來，喂，你不是人家，即是你個個，我都說了，你現在個個都人，都沒人出街的了，你現在，都一天講五六千單了，怎樣來的呢？我朋友都很慘，他創業嘛，跟幾個朋友一起，就搞髮型鋪啊，2月開檔，哦，唔好彩啦，一嚟就食正曬咯，啊 U 咗啦，哦 ，OK， 1,149億成交，咁啊大市咧收報23,660點，升咗140點，嗯，反彈咯，反彈，即係比起尋日彈少少咯。哦，冇乜意思啊！其實呢啲係唔好意思。嗯，好啦，咁啊，我哋今日節目到呢度啦，聽日咧再同大家見面。好，拜拜，拜拜。